天在严叔叔车上，你的玩具落下了，是不是这个啊？你看，是这个严叔叔吗？那天在车里，只有你跟妈妈吗？还有一个阿姨，她可漂亮了。小帅哥你好呀，老爷，我跟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大学学姐安宁。嗨。嗨。这是他儿子，老严，我男朋友。他跟前妻啊性格不合，离婚了，所以呢，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了他了，是不是？康康叫人啊，叔叔阿姨好，真乖，你也乖。谢谢啊。